都市原住民联合丰收节十六号暗时伫棒球场的停车场盛大展开，展现原住民文化特色以及歌舞之美。市长黄碧辉甲众位贵宾拢前往祝贺参与。今年一度的都市原住民丰收节，十六号暗时伫个市盛大展场，活动以布农族为主题，个市长黄碧辉也亲自到场同欢。市长黄碧辉表示，该市内虽然无原住民乡镇，但涉及伫该市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1100多位。为何当年离开原乡的原住民，会使重温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？每年拢会举办盛大联合丰收节活动，将该市的原住民聚集起来，唔呐凝聚情感，也使让民众更加熟悉原住民的文化甲多元特色。嘉义市我们原住民虽不多，大约1100位左右。可是我们一直都很希望，因为每一位可能因为结婚的关系，或者来这边读书、就学、就业的关系，我们有机会能够相聚有缘，所以我们要珍惜。当我们把多元的文化呈现给大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家是快乐的，这就是不但是族群的融合，更重要是你我之间心连在一起。今年都市原住民联合丰收节进行各族群的表演，并推出原住民甲新住民客家传统美食以及手工艺等多元摊位，让民众感受到原住民舞蹈的魅力，也熟悉多元的文化特色甲内涵。活动中更展演布农族岁修时丰收仪式，现场气氛热烈欢乐。新闻台闽台采访报道。